我们邀请到我们学校的一个历史课老师蔡嘉文老师呢，他也是佛教辅导的成员之一。那今天希望透过比较新的一个设备，就是电子白板，来带领各位老师呢融入资讯，融入社会科学的教学哈。那以往这样一个单元之前都邀请中港高中的蔡宗仁蔡主任来讲，那蔡主任他讲的方向是利用网络去搜寻社会科相关的教学材料。那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利用电子白板如何做一项互动式的教学。那电子白板呢，这几年在国内已经也来成型了，刚好我们学校也是台中县电子白板的一个实验学校。那未来这两三年，这一套设备可能就会推展到各个国中小。那目前桃园县、台中市都已经做得相当的不错。那我想台中现在起步，那今天就我们的蔡老师呢，带领各位老师呢进电子白板的一个世界。那现在就请蔡老师开始这一堂课的一个演讲。因为今天来的老师比较少，然后商场老师比较多，然后老师都很害怕上来试试看。那今天我就干脆，因为人也比较少，那各位老师就比较有机会。那我可能等一下我做一个步骤，那我就分两组，然后会指定你们上来试试看。好，因为这东西是新的，那我在碰电子白板也是在最近这一年的事情。因为我们学校刚好是电子白板实验学校，我才碰这一年。可是在这些教材，我在四五年前我就慢慢在累积了，因为这是很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教材。好，那所以这东西会跟你好像用单枪上课很雷同。我之前都用单枪上课，然后带着我的小白，好，不是小黑，是小白，然后那个投影机，那投影机是我自己买的。这才是科学学校的，然后就到处上课，所以这时候电子白板刚好来到我们学校做实验的时候，我马上就可以上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是开始弄它的软体。那这个电子白板呢，它的那个你以后如果看到它是英文字母，它会用 IWB 出现，这样。那它整个界面是它里面附的一个软体叫 Smart， 它这个板子叫 Smartphone。它事实上呢，在国内目前有10家厂商，那我看到的就是这一家，以及我刚接触到的一家叫网易，那其他的我可能都没看过。因为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在台中市有一个电子白板的北区研习，就是从宜兰、基隆一直到中山头，好，然后台中市那都是用 Smartphone， 那我就问我们学校的组长说，为什么我们学校用 Smartphone？ 他说因为这是跟国外同步的，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东西。那陆陆续续台湾目前，就发现我只要这样点，好，我不用再去触控我的电脑，我直接可以这样子面对学生，然后我做这样子的方式，那所以呢，我才不用就后面背对着学生。那所谓的电子白板必须，他买的时候是一组，那这三个为一组，一个就是单枪投影机，然后一个就是电脑 notebook 配备，那一个就是这个白板。那到时候呢，这个电子白板，它是个白板，又是电脑屏幕。那有人就说，那这样子它只是互动而已啊，那跟单枪怎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你自己看，你觉得有没有？如果你有在用单枪，你会发现它比单枪来得清楚。啊，因为我单枪也用了很久，我觉得它单枪如果投在教室的光很亮。所以我刚开始呢，很克难，就是我一边可能拉窗帘，那我们学校刚开始一边有窗帘，一边没有窗帘，我必须要用那个什么白报纸。或者是壁报纸把它贴起来。而后来呢，就是所以我自己在买单枪的时候，我就会考虑高流明。什么是高流明？它的灯泡会比较亮，投射之后我即使在亮的地方，事实上你会发现这间教室现在在这会议室里面感觉应该还不会很暗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把后面的那个窗户都打开，一样都很清楚。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电子白板第一个它显示的够清楚，我觉得它是它的优点。再来
他面子白板我现在所写的全部会存在里面，只要做的任何一个步骤他都可以帮你存下来。那等一下我教各位怎么做。那最简单的是我们现在只有这样子看的话，它上面有一排工具列，那我现在可以直接不要管工具列，我现在上课我就把笔拿出来，哎，来补充。当然你要在上面写不太可能，一定是传统黑板比较方便。所以我们能说电子白板取代传统黑板吗？不行，但是它是一种辅助工具。所以呢，在桃园县，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主任讲的台中市跟桃园县，它做的很多。那等一下我让你看那个台中市的网页。那好了，桃园县有一个国小叫阳明国小，他们做的一个未来教室，他们就是一个传统的黑板，然后把白板放在左侧或右侧，然后在班上的同学就分为群组，这样子来做练习。那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哎，传统黑板还是在，但是它是一个辅助教材。那我直接可以在这边直接解说，就像我现在笔拿起来，对不对？哦，这是互动式电子白板。好，你会觉得说很奇怪，对，它这个一定跟我们传统黑板，你会发现怪怪的，对不对？它有人就觉得说不方便嘛。这样写不清楚啊，对不对？对啊，可是这不是做它主要的功能。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讲真的，社会科，因为我是历史老师，我以前就想象，哦，因为我以前历史很差，然后我就会想，那怎样的历史课会让我自己觉得很兴趣，很有兴趣？各位老师，你想想看，你希望班上同学不睡觉听你课的，有没有这样希望？对不对？可是随着时代在改变，我在想啊，哦，大部分的同学，大概有三分之二听你上课，你就觉得哇，我今天这堂课成功，对不对？所以每个同学希望这堂课像什么？教室像什么？你觉得呢？网咖，对不对？像网咖，像电影院，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然后开始去做这些东西。那所以这个东西它互动的，在社会科里面要去书写并不是那么重要，其实在别科书写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做什么？做重点整理。比方说它不止这种笔，我还可以在边弄，我可以用我的手。好，我要这个笔。好，来，这很重要，发现直接在这做出口。好，回去就是这样，然后它就直接可以储存。好，所以电子白板它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跟现有教师的那个原本的传统方式更增加什么互动性。你看还在，对不对？可以这样子直接做。所以对一些学生来讲，因为现在很多学生，他喜欢去碰的触觉型的学生，我自己教的一个学生，好，他不喜欢念书，对不对？我想这种学生很多，对不对？可是呢，他很喜欢来上我的历史课，他有时候都会跟别老师讲，啊，我要去上历史课，我要看电影的，因为像电影院，他就过来看电影。然后他也平常不念书的啊，所以很惊讶，是上了半年之后的下学期第一次段考，他竟然跟我说，老师，我考100分的话，你怎么办？啊，我说不可能，打死我不相信。哎，那你说老师不能这样讲，那是开玩笑，对。然后他说，老师，我考100分给你看。当然，他每次都这样讲，但是每次他都只有考20分、30分。下学期我也是这样子，不会理他，啊，结果他就，哎，那一次段考给我考了70分，就很高兴。老师，70分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说好，请你们全班看电影，对，看这个，所以他们就觉得很高兴了。所以他是那一种触觉型的，因为为什么？他每次一走，我觉得他很皮，为什么很皮？每次一走就乱按，就乱按，然后就跑走了。可是事实上这不用怕，哦，因为呢，目前台湾县有三个学校有这种电子版本，第一个我们学校。另外两所在国小，一个是东宝国小，另外一个是立新国小。那在国小一直跟班跟导师班，所以导师班呢，他们是这样子玩了一年，结果小孩子熟悉这个东西比老师还要熟，他也是一直在碰，会不会坏？哎，没有坏。那一个是听觉型的，那听觉型的这学生，我可以透过这来讨论，那跟一般的传统黑板实际上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视觉型的学生就很多，尤其是国中小，我觉得视觉型的学生呢，他直接看到黑板的操作变化，对他来讲影响很大。因为我先是第一个，我接受看到，然后大脑去接受，对，然后我再慢慢储存下来。所以第一个看，对，看很重要。所以很多年龄层他当时候拿来都很喜欢，原来这东西那么好玩，又可以摸。好，而且这东西我可以上网，我现在都储存下来，我可以直接上网。
或是我直接用另外一台那个单枪，换个地方，换个电脑，我甚至可以做什么远距教学。所以呢，这是为什么那个教育部最近在推，好、哦，就是可以还可以做远距教学的功能。好，然后对我来讲，我很高兴。好、哦，以前尤其社会科感触其实很多，从这边习惯那边，还有等学生，然后觉得啊，一节课上不完怎么办？啊，我现在好高兴，我以后不会，我以后绝对不会有时间，因为我很少在那边做。但是我黑板一样有写，我是在下课时间先写好。我有一个职专科教室，所以我可以先写好。那等学生来，我操作完的时候，我一样会给他什么写黑板上面的东西。然后我们补充的东西有，我有补充的东西，所以等一下我会教各位说，那我今天我怎么使用这个电子白板来融入我历史科的教学。所以呢，操作技巧很简单，甚至比滑鼠更简单，对不对？所以学生呢就非常喜欢，哎，这种界面我也蛮喜欢的。好，那我们稍微比较一下传统白板跟电子白板。好，传统的黑板呢，当然啦，如果以像一般老师，比如说像国音数，就是很传统，你要这样讲啊，对不对？直接上台是最好的，它是一定比较好的。可是你不要想说电子白板它就不好，错，它也很好。等一下我会让你稍微看一下那个全国中小学教师呢，电子白板，哎，得奖的几乎全部都数学科。所以为什么？因为它也直接让它操作，尤其是几何立体空间的时候，它非常好用。好，那所以呢，如果这样子比较的话，那传统的黑板，它的教具必须要贴在黑板上，它呢，它可以搭配书单。所以你说，我刚开始讲说，好，我那个我花很多时间做我的教材，不过那是我的兴趣，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我要跟书商不一样，所以我的东西跟书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会拿书商的来用。那我据我知道，像康轩他们已经做到啊，你课本的内容教材是什么，它呈现在光碟就是什么，对不对？然后甚至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啊，我换不同的笔，我用这种方式，好，那直接呢在上面画重点。那有些学生事实上，我看到他们在画重点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在那边看左右看的，可是我现在在黑板上，我直接这样子画，就发现他就不会这样看了，好，因为他属于视觉型的，他会觉得比较慢，他跟不上，所以这是电子白板的优点。好，而且我还可以借着 Flash， 我等一下会有一些 Flash 是太说了，好，或者是那个Google Earth， 这地老师很喜欢用的，那我直接可以教他操作，或者是我其他的只要跟 Windows 相容的软体，我只要我电脑我呈现什么东西，我马上就可以跟学生看。所以如果这样子来比的话，传统黑板这些都是明显比它差，甚至我直接要准备 DVD 啊，或者是准备一些那个手提 CD， 这样子都比较慢。好，那我这边完全可以使用，就只要一台 notebook 就好，东西通关在里面。所以这白板呢，好、哦，你好像看我这样子对，所以现在有发展出两种白板，一个叫做前头式白板，一个叫背头式。什么叫背头式？我先介绍。好、哦，背头式就是它的灯光来源跟它不一样，这叫前头式。投影机是边投过来，所以有人就说，老师你在那边一直看，难道你会不会不舒服吗？会，我站在这边，可是你有看到我站在这边吗？不会，我一定站在两旁，这是比较不舒服的地方，因为它对你的视网膜。对你眼睛上是不好的，所以你会发现老师都站在旁边。好，那所以现在就发展出来，不过这是目前国内最便宜的。它发展出来总是短焦，什么是短焦？投影机这边直接接在这边投射，然后高流，这样就很清楚了。不过好像是比传统的电子白板贵到2到3倍。那一个更贵更多叫背投式，它直接呢光源从后面打到这个白板上。所以有时候我就在猜啊，那个我们在看那个气象，在播新闻的时候，那气象，好、哦、后面不是一个大气吗？对不对？好、哦，有个台湾嘛，对不对？哎啊，那站在前面 啊，可是很明显完全不一样。我在猜，它应该是属于背后式的。好、哦，所以事实上这种东西是从业界流传过来到教育界，到我们学校里面，所以学校现在还在实验阶段，然后在做的学校也很少。不过听说教育部打算以后。我曾经问我们学校主任说，哎，组长说有没有？我今天讲完这个，老师在倾听啊，很神奇，可是回去不能用。
他说应该不会，因为教育部现在要推，所以目标就是让以后班班有一排这样子，嘿，目标啦，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教育部突然要推这个电子白板这种东西？好，原因是因为他们曾经去2007年的时候跑去英国参观了。他说英国中小学已经50%有电子白板，然后这样子咚咚咚下来，甚至日本，好也领先台湾5到10年，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跟人家的脚步。那我们就来看日本，那时候我去上个礼拜一去光国小研习的时候，那个老师是一片光碟片，他直接去日本参观。人家怎么做的？它是一块光碟，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跟他拿回来，但是我就把网址抄下来，然后我现在就让各位老师看一下，那里面是怎么样子。就跟我刚才讲的，我希望教室是一个网咖，我希望教室呢是一个电影院。那我现在很方便的就是，我只要接上网路，好，我学校有网路，那，我马上，我不太需要跟学生讲，网址抄下来，自己回去看。有些学生就是回去不给你看，那你要强迫他看，所以我现在就是接上网络，直接来这个地方，这是佐明预备校，它是日本的一个补习班，很大的连锁补习班。然后他跟 NHK 合作，日本 NHK， 然后合作7年，41日币做出来的这个电子白板，好，各位老师看一下。它是日文的，可是我们要看到感觉，各位科。你看它拉出一片什么东西来 ？3D， 然后就好像你房子走到古代，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什么日本城的城池里面，就这样穿越时空过去。然后再停下来介绍这个地方，有时候我在想，北京紫禁城很重要，地牢这个上，历史老师也上。那如果他可以做成这样子，我们直接回到古代，对不对？哎，各位同学跟着老师，好、哦，跟着小叮当，对，回去参观古代的北京紫禁城，那是有这种感觉。好，到这边就好，因为它的日文我们看不懂，对，是教室像网咖，是教室像电影院，对，它直接介绍会更清楚，比你看课本都是一些文字来讲，它会更清楚。好，这是日本它介绍的，所以呢，就有很多国内的学者去看，就在这一次看到，然后他给我看到那个是朝阳科技大学，所以他本来是从大学，然后开始往高中、国中这样子下来的。然后呢，所以开始教育部就有一个1995年六个学校参与欧美访问东南亚这些，好，然后开始呢就花钱，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在大学，所以那个朝阳科技大学那个 team， 然后这个 team 开始在学，在做这种东西，然后在玩这种东西。好，然后后来就往下推，所以到96年的时候，刚好办一个全国中小学资讯融入教学创意竞赛，不晓得这东西各位老师知不知道？知道？有没有听过？等一下，我们去看，这是96年电子白板得奖的第一名。第二名，好，我们先看这边，再回来看刚才那个。来，你会发现几乎全部什么的数学，对不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好难过，怎么都没有历史科？好，这是电子白板，然后呢？可是我在网上，在这边。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电子白板的应用图的
前三名跟佳作，然后这边有一个教学活动设计的国中组，我就很好奇，国中组是什么？然后就语文、社会，对不对？语文、社会，我很傻眼，吓一跳啊！第一名重缺，第二名重缺，哦，刹那间我应该去做，但是去做没有办法，也还没有那个能力。然后从第三名开始，然后接下来再往下看，然后再做一个看两个作品。所以有空老师可以自己上网，好、哦、去找去直接看这两个都下载下来看的，好、哦，两个都是地理，好、哦，所以更难过，没有意思，没有共鸣。那我再回来看那电子白板，这个就是这个电子白板这个，好、哦，为什么这个几乎全部都是数学？那各位老师想想看，哎，为什么得奖的全部都是数学？赶快有奖品好不好？不晓得，好，放等一下好了，好、哦，那个等一下请老师上来互动看看啊，对不对？好、哦，请问一下，为什么都是数学？说去研习，我接收到答案不是这个，所以我只是说建议，然后听听看是这个答案啊，不晓得各位老师，你觉得？抽象。那这两个老师意思一样。我的想法是，社会科老师的资讯能力很差，数学课老师的资讯能力很差。都不是，答案你不晓得，郭老师没想到，答案竟然是因为数学的互动性比较强，所以它全部有办法做电子白板应用，所以我直接把它当落下来，我们直接来看它的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第三名，我就看一个，好，直接来看他们是怎么做的。这是第一名的。一样没有用到笔在写嘛，对不对？因为那不是重点。因为它每一个文字都是一个物件，很像我们 Photoimpact 里面的元件的意思，所以它那个元件可以要，可以不要，可以删除，可以拉出。写好，电脑打好，它只是应用里面的软体，就是把这个地方遮住。它遮住之后，用橡皮擦把它擦掉。那等一下，我让郭老师练习看看。数学老师拿一张纸，很小张的纸张折给大家看，那么小张，清楚很多，对，因为那个大的屏幕，然后彩色的立体的感觉，好，大概是这样子。我先看他的别人，这第一名，我们再看其他老师的作品。
这个第三点。很简单的，对，他很少直接去写它，不是现有厂商附的软体啊，或者老师自己做的软体，或者是本身这个 notebook 哦，它的这一套软体里面，那刚才那他们那一个得奖老师上跟我的界面是不一样，不同系统的，我用的白板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去年96年哈、哦、那个资讯融入教学得奖这一些，好、哦、可以稍微看一下，或者你回去可以自己再研究一下哈。哦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来学一些。那电子白板有什么？第一个互动，就直接透过这个荧幕看可以写字。刚才就讲，我直接可以写字互动，跟学生互动，同步的甚至录影下来。好，好，第二个书写，好，直接写，然后擦，写擦。那我在这边增加一个。因为我的这个是黑色的，啊，插入空白，这个打字空白，然后我们就可以上来练习看看，很简单，这样子就可以写，对不对？然后写完之后，我上次插，可以大一点，就跟大家老师一样，我就可以擦掉，好，甚至这个很神奇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哎，你要画线，通常老师画线，哦，你要画得很直，哎，有没有很直？没有，那我先用这个功能。哎，有没有发现，它可以把它变直的，有没有？就是，那我们就先让老师上来试试看，有没有老师自愿要先上来试？要不然的话，我就请老师自己上来，先直接透过这个简单的操作界面，先试上呢，试上感觉一下。那我们继续再来讲的时候，会比较有意义，比较有互动，好吧？啊，那我们请这三位老师要帮一起上来，或是两位老师可以先试试看，练习一下那种感觉。对，可以写，之后拿这边的，可以操作上面的界面，或是大概这附近的界面。我为什么要同时请老师两个上来？然后等一下问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找两个？不找一个，这是有原因的。哦，知道原因了哦。对，好，谢谢这两位老师，你可以再试试看，再试试看也没关系。他现在发展出来是只有单点操控，就是说你跟那个手上的 PDA 一样，他只能单点。怎么会两个人同时弄？这缺点还不行。可是呢，随着到时候各位老师，如果你们学校有的时候，你们也就已经可以双点甚至多点操控。为什么？因为厂商现在正在研发。好，啊，他们老师来，那请各位老师试试看，感觉一下，触控一下。
那你应该下面对脚很痒，想要上来看看，都摸摸看，我觉得这种感觉蛮不错的。这是可以拿笔摸摸看，笔的感觉。你会发现你比滑鼠操控还要来得简单，对不对？好，再请一个老师看看。你们好像都没有摸到别的，有些好像不能擦掉，那我可以用复原，用复原就可以。有些是擦不掉，它好像是化纤是没有办法擦的。对，不是擦的，这个只是我让还是这样子。它的这个游标，对，它这个游标。哦，对，这个我现在可以讲。我直接在这边点，它任何一个物件可以直接在那边点。那点之后它有这些效果，那我直接插入。有问题你们就问，因为这个东西，我应该还没问过。你们学校有这种东西的，是请举手。好，那你们第一次碰到这东西的老师，请举手，第一次。谢谢。对啊，所以你不应该很新鲜或想要来学吧？我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新鲜。可以。你可以在上面用这个这样写，那你可以拿笔上来写文字，都可以写。用这个写，或是用手写可以。为什么我会习惯用手写？事实上就是你自己写写看，为什么我用手写的原因？这也是我玩了一年。我自己的感觉，那你看，你再用一下，对对对，你觉得呢？有差哦，那你技术比较好，对，感觉怎么样？蛮好玩的，嗯，对，好。那我这个东西，我就留下来，因为它就类似一个 PowerPoint 的另外一个空白的什么界面啊，我也可以把它清除。你看，我这样子整个画面清楚了。懂吗？我不要，我整个让清楚了，这清除页面，然后呢，我通通不要，我就删除，就不见了。那我这个我也不要用橡皮擦，对不对？这样擦好多好麻烦，我直接来这里，清除页面不见了。然后我这一块不要，删除页面不见，回到这边。所以接下来录制，那我刚才写的东西我怎么录下来？好，它录的刚好没有在这一个页面里面。它在，必须要灌这个软体，那不可能软体，这里记录程式，我们看到跑出来了，跟这个一样。那这三个按钮，就是一个是开始录制，一个是暂停，一个终止。我这样才可以够，因为这个是个物件。它是一个物件，看，好，那我可以把这个物件我不要，好，那我现在就开始把，好，我先把它复原，好，我刚才做这些动作，录下来，好，开始录，好，来，移动，不要这个，删除，好，就这样，我现在这样就好，停。好，存到哪里？我先放到桌面去，这样搞方便储存。那等于说我上课的东西，它很会储存声音。那我直接如果我自己有老。